小伙子，我来看你了。哎呦，这么激动啊！哎呦，这尾巴摇的，哎呦。切除另一侧的股骨头，有些人会疑惑，股骨头切掉了，狗子是怎么走路的？切掉以后啊，它恢复的时候，肌肉会包住它的骨头，所以走路的话就靠它的肌肉带动。这只小狗后面恢复好以后，走路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一个手术就是两三个月后拆掉它的骨板，因为它现在处于成长期，所以必须要拆下来。好了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